英法两国联合空中演习，阵风 M 和 F-18 战机编队飞行场面震撼。环球军事综合报道，据国外社交网络拍摄的照片显示，近日法国海军的飞行编队以及美国海军 F-18 战斗机一架 ERC 二架法国空军阵风战机进行了联合演习。美法两国战机编队，美法两国战机编队，美法两国战机编队，美法两国战机编队。